柯文哲现在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那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必须要好好的请人家，委托人家来帮助你，而不是用发函来解决事情。柯文哲这位柯大主席真是太荒谬了，发一张文就要台北市的会计师工会来担任他们第三方认证的会计师。柯文哲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夜郎自大，自以为是，认为全天下只要柯文哲发一个函就要来帮他办事。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吗？就像如果你犯了法，难道说你也同样要发一个函叫台北市的律师工会派出律师来帮你打官司，来帮你辩护吗？柯文哲现在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那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必须要好好的请人家，委托人家来帮助你，而不是用发函来解决事情。人家可以接可以不接，但重点是对于柯文哲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夜郎自大，自以为是。